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印度潜艇部队现状，只有六艘能出海，其中一艘还是租的印度鱿鱼及常规潜艇。印度第三艘鱿鱼及常规潜艇已经下水，据称该艇的声呐和通讯系统较之前已经有了明显的升级，综合作战能力会大幅度提升。这艘艇基本上是定型装备，未来几艘都会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生产。印度将装备六艘这种潜艇，这支力量是不可小觑的。虽然鱿鱼级算是一款先进的常规潜艇，但是现代海战这种潜艇很难成为远洋作战力量，充其量是一种防御手段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对手的制海权。指望他们去争夺制海权是完全不现实的。在印度洋，印度海军是除美国海军以外最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。其实印度积极发展水下作战力量是无奈之举，目前算上从俄罗斯租来的核潜艇，只有六艘潜艇能出海作战，跟印度高傲的心气相比，这是远远不够的。由于集全部入列之后，也只有12艘可用于实战的潜艇。以现在的海军舰队的整体反潜能力看，常规潜艇很难跟其进行周旋。由于其虽然有较高的水下航速，但是如果常规潜艇在水下进行高速机动，那产生的噪音会非常大，就算再劣质的声呐也会准确探测到这个噪音源。而潜艇一旦被水面舰艇锁定，基本就是难逃一死，就算军舰追不上，反潜直升机也不会放过它。054A 型护卫舰强化了反潜作战能力，印度发展水下力量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，独立建造潜艇的技术还比较拙劣，如果不依靠国外提供技术、材料和相关设备，印度很难打造出自己的潜艇部队。但是印度现在的想法是要在更广阔的海域部署潜艇，这很明显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，现在就连核潜艇想做到这一点都比较困难了，更何况是常规潜艇。二战结束后，虽然常规潜艇的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，静音能力和水下航程都有了明显的提高，但是水面舰艇的反潜能力同样是水涨船高的。常规潜艇进行近海防御和迫礁的基本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，而且能够给对手造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弱。例如强调远洋作战能力的美国海军已经不再使用常规潜艇了，而全部用攻击型核潜艇。印度发展核潜艇，先发展战略核潜艇，后发展攻击型核潜艇，国产攻击型核潜艇领域还是空白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印度还在发展常规潜艇的起步阶段，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了。至少作为大国海军的标志性武器，核潜艇还不是印度海军的标配。利刃传锋，尊重内容，从尊重作者开始。转载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